带来一个全新的篇章《瑞克素离篇》。这是瑞克和莫莉漫画版里最长、最复杂也最精彩的一个篇章。首先，将小米出现的动画里的角色逐一呈现，为最终决战做好铺垫。这章不但有大量新角色的加入，还有很多的动画故事补完。神灯光还挺帮你做好。他是宇宙第一杀手，天赋异禀，没有底线。像往常一样，他来找老雷购买武器。嘿，你好，我是麦克。任何地点、任何时间、任何人，只要你下单，保证干净利落。麦克将名片递给小莫，却不知道此举正是悲剧的开始。故事要从5年前说起。这时候的麦克还没有单干，而是隶属于银河联邦的暗杀组织。组织的长官正在向众人指派任务，长官表情严肃。这次任务被称之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事实上最艰难的一次暗杀任务。目标藏在要塞深处，被周密的保护着。就算是有精密的计划，完美的配合，但是想要成功，必须和计划的时间分秒不差。银河联邦为此集结了杀手排行榜位居前列的各种高手。霹雳脸专精重型武器秘密潜入，红皮怪擅长爆破超远程狙击，蓝精灵专精战术制定近身肉搏。轮到麦克介绍的时候，他轻描淡写的表示：“我只是单纯的喜欢沙漠罢了。”就算是高手云集，形势依旧不容乐观。长官表示：“如果你有所爱之人，在天亮之前留好遗言吧。”麦克心如盘我，女人只会影响拔剑的速度。我的心里除了暗杀什么也容不下，我就靠这一口。其他队员留好遗言便就地睡去，只有麦克坐在山头若有所思，一眨眼的功夫便没了踪影。太阳照常升起，行动按计划进行，读不见麦克身影。蓝精灵怒斥：“那家伙肯定被吓破了胆，连夜逃跑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只见麦克提着目标的向上人头出现在众人的视野。长官见状大惊失色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蓝精灵使用热成像望远镜查看一番，确认要塞没有任何热感应。再看卫星地图，的确是无一幸免。众人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只有麦克表现出一副我很抱歉的架势：“不好意思了各位，我不小心用力过猛，下次一定给你们留上几个。不过讲真的，我不是很喜欢给别人绕着的头，因为我根本就停不下来。说最软的话，做最狠的事，这种人不是天才就是疯子。”看着毫发无伤的麦克，长官一脸惊恐：“你他妈到底是何方神圣？”自此麦克从组织脱离开始单干，一方面他根本不需要队友，另一方面联盟开始对他有所忌惮，不敢再把他放在身边。此时在一艘飞船上，我们年轻的老爷正在和好友鸟人和史瓜奇准备晚上的演出。三人组成了一支叫做 Flash Curtains 的乐队，在鸟人的屋里曾经出现过乐队的合影。这时候的老爷还是挺潮的，老人借口支开鸟人，和不明而来的麦克碰头。麦克表示：“我来买武器了，现在我单飞了，这样可以挣得更多。人们都说以爱好为职业，就等于一辈子没有工作过。虽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，但没有可观的收入，还是会为巨额的账单头痛。”老人从胸口拿出法物质手枪，麦克看手枪的造型平平无奇，不禁质疑其手枪的威力。老人听后有些许不爽，针脚旁边有一只史莱姆正在吐槽老人的乐队垃圾。老人反手一枪，史莱姆瞬间。麦克非常满意，作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，二人惺惺相惜。麦克和老瑞的合作关系自此一发不可收拾，这也许就是强者之间的默契吧。转眼10年过去了，麦克已经接单无数，至今保持着零失手的无敌记录，蝉联杀手排行榜第一名数十版，被后辈们亲切地称之为“沙老师”。老瑞的高尖端武器更是让他如虎添翼，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并兄弟相称。这天，麦克依旧来找老瑞取货，老瑞红光满面，喜形于色，一改以往的淡定和不屑。麦克询问缘由：“嘿，老伙计，你还好吗？你今天看上去不太一样。”“是的，麦克，我遇见了一个人，我觉得我恋爱了。你谈过恋爱吗，麦克？”“没有，瑞克，听上去太可笑了。我唯一的情人就是甜美的死亡女神。”“哦，天哪，麦克，你应该敞开心扉的。我是说，虽然工作很重要，很有挑战性，也有相应的报酬，但是工作没有亲密感，没有心跳加速，没有甜美的反馈，没有灵魂的触碰，总有一天你会被爱击中的，那时候你又逃不掉的。爱是比你还有强大的杀手，没人能从他的手里活着逃走。”你能相信这是老爷曾经说过的话吗？老爷遇见姥姥的时候竟是这种心情，和每一个沉浸在恋爱幸福里的男女并无二致。所以老爷到底是经历了什么，而他对爱情的态度今天大反转？跟教育小莫说爱情只是破碎动物存有的化学反应，开始干柴遇烈火，随之慢慢消退，把你困在一场失败的婚姻里。我就是如此，你爸妈也不例外。所以魔镜打破这个循环，提升自我，专注科学。所以姥姥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如果说无数的平行宇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，但为什么每一个平行宇宙里都没有姥姥的身影？因为以老爷的技术，克隆一个姥姥出来应该也是问题不大。我想姥爷过去早已试过克隆姥姥，但独一无二的珍贵记忆和完美契合的灵魂却无法复制。而且每一个平行宇宙里的姥爷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，可见姥姥在姥爷心里的地位之高。所以这个坑只有看官方怎么填了。但是按照官方的要性，我看悬，目前也就这么解读吧。故事继续，麦克接过武器，表示听起来好蠢，还是提升自我，专注暗杀吧。这一次麦克从老爷这里买武器，要对付敌人可不一般，就是在动画里出现过的那个不可一世的大脑袋。Show me what you got。只见大脑袋开始扭曲变形，逐渐缩成一团，消失殆尽。你没有看错，只用了一枪就让这个大脑袋灰飞烟灭。那么这个高维度的外星生物有多可怕？它能轻易毁灭一个星球，能够将星球随意传送到任何地方。他们以低等生命的演唱技巧为食，并以压倒性能力量强迫不同的星球派出代表参加宇宙好歌曲比赛，只有第一名可以幸存，剩下的星球将会被等离子光线消灭。而这一次大脑袋很不幸选中了麦克的星球，最后被老瑞的武器瞬间蒸发。所以老瑞绝对是演技派，本可以直接消灭的大脑袋，本可以穿上陷阱防护服免一切伤害，本身就凌驾于更高维度的老爷，偏偏要自降维度。他就是要参加宇宙好歌曲比赛，他就是要带着小莫可劲折腾可劲套路。可以说每一次生死一线的冒险都是老瑞有意为之，也许只有未知和伤痛的洗礼才能让老瑞感觉自己还活着吧。麦克回到故乡，呼吸着熟悉的空气，倍感亲切。原来他搞定大脑袋，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，而是为了亲手暗杀目标，瞄准闭气，测算分速，拖动扳机，完美谢幕。麦克矫健的身躯在楼宇之间翻滚跳跃，最后精准落地。从不会失手的麦克今天破天荒地打了个趔趄，不慎和路边的女人撞了个满怀，女人的文件散落一地。麦克赶忙向女人致歉，他突然心头一紧，犹如小鹿乱撞。老瑞的话在耳边回荡：“总有一天你会变得激动的，那时候你是逃不掉的。爱是比你还要强大的杀手，没人能从他的手里活着逃。”曾经感觉无比愚蠢的忠告，如今却郑重下怀。缘分就是如此的妙不可言，二人开始交往，也被反噬彼此。女人对麦克的工作表示支持和理解，最终二人结为夫妻，并且请来老瑞做伴郎。麦克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
时间如梭，三年一晃而过，小莫都14岁了。这天麦克像往常一样来找老魏购买反物质枪，并且递给小莫一张名片。你好，我是麦克，你上第一杀手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，只要你下单保证干净利落。麦克开始祷告，并且拿出埃及的照片反复端详，这是他结婚后养成的习惯，心中有所寄托，有个人等你回家吃饭，感觉真是不错。麦克不愧为宇宙第一杀手，身手依旧矫健，风采不减当年。当好多挂成乌云飞身直向，前行到了守卫身后，那是一阵清脆的响动。守卫没有察觉到异样，走得很安详。打开中控室的闸门，击杀目标映入眼帘。这是一坨会读心术还能拉筋骨的彩虹屁。正当麦克挥动扳机之时，小莫圣母心大爆发，跟随名片的定位，将宇宙第一杀手彻底送走。麦克以这种耻辱的方式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此时麦克的妻子接到银河联邦的电话，得知麦克已死，而撞死麦克的正是瑞克桑切斯的亲孙子。杀父仇人竟是自己曾经的伴郎，泪水瞬间决定。太开心心等待丈夫回家吃饭的妻子，等来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她痛定思痛，但是泪水还是止不住的往下流。此时她的心里只剩下无尽的仇恨，她踉踉跄跄的走向麦克的母亲口，默默的看着麦克曾经穿过的战服，然后狠狠的抹去泪水。孙战野场，瑞克桑切斯，咱们地狱。